真耶稣教会，奉主耶稣圣名读圣经，旧约圣经《申命记》第一章一节，以下所记的是摩西伫约旦河东的旷野，所佛对面的阿拉巴，就是巴兰、德佛、拿班、哈西略、比萨哈的中间。对以色列的众人所讲的话，对何勒山经过西林山的路，到加德斯巴尼亚有十一日的路程。三十出埃及第四十年十一月初一日，摩西照耶和华托伊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，拢吩咐因。彼时伊已经打赢踮伫希实本的阿摩利王西宏，甲踮伊得来阿苏塔略的巴山王国。五十摩西伫约旦河东的摩押地，讲律法讲，耶和华咱的神伫何勒山吩咐咱讲，恁伫这个山徛起的日子到啦，就起身活转到阿摩利人的山地，甲我近这个山地的各所在，就是阿拉巴山地、边洋南地、沿海一带、加南人的地。甲利巴伦的山，搁到比拉大河。八十，现今我将这个地摆伫恁的面前，恁就入去得这个地，就是耶和华对恁列祖阿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就全应允赐予因甲因后代作业的地。九十，迄时我对恁讲，关于恁的重任，我家己一个担当袂起。耶和华恁的神，予恁加添济济，看。恁今仔日亲像天顶的星遐济，愿耶和华恁列祖的神，予恁比现今较济济千倍，照伊所应允恁的话赐福予恁。十二节，但恁的麻烦甲管理恁的重担，甲恁的冤家，我家己一人太担当会起呢？恁着照逐支派选有智慧、有见识，做众人所捌的。我设立因做恁的首领。十四节，恁回答我讲，照你所讲的是好通行，我就将恁各支派的首领有智慧做众人所捌的，照恁的支派设立因做官长、千夫长、百夫长、五十夫长、十夫长管理恁。当时我吩咐恁的审判官讲，恁审判无论是兄弟彼此三个，是甲同徛起的出外人三个，拢得照公义判断。十七节，审判的是唔通看人的外貌，审判唔通分弱甲强，唔通惊畏人，因为审判是在伫神的。若有恶解决的案件，通送到我家，我就判断。迄时我将恁所应该行的事，拢吩咐恁。十九节。咱就照耶和华咱的神所吩咐的，对何勒山起身，经过恁所看到迄个大搁通行的旷野，对阿摩利人的山地到加德斯巴尼亚。我对恁讲，恁已经到耶和华咱的神所赐予咱的阿摩利人的山地。二十，看耶和华你的神已经将迄个地摆伫你的面前。你就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讲的上去，来得到迄个地作业，无得惊也无得论。恁拢上近我来讲，咱就大声找人去为咱偷看迄个地，将咱上去该行什么路，要入什么城，拢恢复咱。二三节，这个话我看做好，就对恁中间选十二个人，每支派一人。因就起身上山地去，到伊实国的山谷偷看迄个地。因手里摕迄所在的果子带来，到咱遐回复讲，耶和华咱的神所赐予咱的是好的土地。二六节，恁却唔肯上去，竟然违背耶和华恁的神的命令，搁伫报病来发怨言，讲耶和华因为怨恨咱。所以将咱对埃及地带出来，要交伫阿摩利人的手中遭灭咱。二八节，咱要上去倒位呢？咱的兄弟和咱的心失志，讲迄个地的百姓比咱较大，搁较弱，
城搁扩大，搁坚固，关到都天。搁咱伫遐看起阿立族的人，我就对恁讲，无得论，也无得惊因。伫恁面前行的耶和华，恁的神要替恁交战，亲像伊伫埃及甲旷野，伫恁的目睭前所行的一样。恁伫旷野所行的路，也捌看起耶和华恁的神抚养恁，亲像人抚养囝一般，直等到恁来到这个所在。三十二节，恁伫这个事却唔信耶和华恁的神，一直努力伫恁的头前伫行，为恁找安营的所在。没是用火条，也是用粪条，指示恁所得行的路。三十四节。耶和华听起恁这话，就想起咒诅讲：这个歹世代的人，连一个也未得看起我咒诅应允赐予恁列祖的好地，只有亚夫尼的子加勒要得到看起。搁我要将伊所打着的地赐予伊佮伊的子孙，因为伊专心跟对我。三十七节，耶和华为着恁的缘故，也对我生气讲。你也未得到入迄个所在，伺候你的论会惊约书亚，伊要入去迄个地，你就勉励伊，因为伊要予以色列人承受迄个地作业。个恁的附近人囡仔，就是恁所讲要受你的，甲今仔日未晓好歹会惊伊要入去遐，我要将迄个所在赐予因，因要得到作业，论到恁。就划绝对红海路去旷野。四十一节，这时恁回答我讲，我得罪耶和华，情愿照耶和华我的神一切所吩咐的，就去交战。对那时，恁达人带着兵器，随便上去山地。四十二节，耶和华吩咐我讲，你对因讲，唔通上去，也唔通交战，因为我无伫恁中间。恐惊恁太输对敌，我就甲恁讲，恁却唔听从，竟然违背耶和华的命令，自转上去山地。四十四节，踮迄个山地，的阿摩利人就出来攻击恁，对赶恁亲像蜂一般。伫西尼太阳恁，伫到何尼玛，恁就倒转来，伫耶和华面前啼哭，耶和华却唔听恁的声音。也唔恩恁阿兄，恁就伫家地书点真济日。